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判断下列哪一些哈是 x 多样式啊？首先这个、啊、这个是啊，两次一次常数项，这个是，这个不是 x 跑到了分母去了，这个加绝对值也不是、啊，这个是啊，哦一次项，常数项，这个是，哦这个是生理排列，那这一次项常数项这也是。所以答案应该选 A、D 跟 E。